那现在，那这个细节就是我们要长时间使用才会发现，就是我们原厂的摇杆，我们的接缝处，所有的接缝处都非常非常大，所以我们在长时间玩游戏的时候，我们流手汗啊，然后我们做什么事情，旁边脏污全部都会卡在这个缝缝里面，非常难清洁。那下一个这个细节就是我要长时间使用才会发现的，就是我们原厂的摇杆。它的脏污清洁非常困难，所以我才贴这个胶带，把我们旁边的这个缝隙全部。那下一个这个就是我们原厂摇杆，我觉得一个致命伤啊。那下一个就是我觉得原厂摇杆真的不是很优的，就是它的组装品质，它的所有的接缝处都。那下一个我觉得比较大的，那下一个就是，那下一个这个细节就是长时间使用你才会发现，就是原厂这个摇杆。它的组装品质不是很好，就是它的接缝处都非常非常大，有点像 Tesla 的概念啊，就是它的组装品质缝隙都超级无敌大，所以你在玩游戏长时间玩的时候，流手汗啊，然后有些污垢卡在里面，非常难清洁，你还要拿纸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清过去，所以我才把这个缝隙啊全部用胶带上贴起来，不是我想要让这个摇杆长得比较特别，是因为它。缝隙里面全部都会卡脏东西呀、啊，很难清洁，所以我才把它贴起来。那这个在 Power A 上面，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大厉害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它的缝隙，第一个缝隙非常非常小，第二个就是它的上盖可以整个拆开来，所以我们整个旁边的清洁是非常简单的，就是我们如果真的卡污垢啊、手汗啊、干嘛的，我们用纸整个上盖拆起来，用纸轻松的就可以把它清除。这个就是原厂摇杆比较大的一个缺点。